与西多罗瓦合作的是上海友人室内乐团，乐团成立于2009年，艺术总监为蓝汉成教授，团长为吴淑婷。成立之初，三两好友畅谈音乐，言语有劲便拿起乐器演奏，友人社由此诞生。在今晚的演出中，大家将欣赏到一系列精彩的探戈音乐。探戈这种源自阿根廷的舞蹈和音乐形式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瑰宝，它的节奏强烈激昂，充满了热情和活力，而手风琴以其独特的音色表现力以及演奏技巧成为探戈音乐的最佳诠释者。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艺术家登台，有请。Gentlemen， 各位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The only word I would say and know is 你好。你好。It's a huge pleasure for me to perform tonight with these wonderful musicians of Les Amis。非常荣幸，西多罗娃女士说她能够跟我们上海友人室内乐团一起合作呢，非常的荣幸。We had a wonderful time preparing a very mixed and varied program for you tonight.
我们今天晚上呢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节目。And it is based around the music of tango, around the music of Astor Piazzolla. 今天晚上的音乐呢是围绕着 tango 之父 Astor Piazzolla 来展开的。They're very melancholic, touching, at times aggressive. 它非常的忧伤，然后非常的感人，有的时候呢甚至会感觉到有一点激烈。You will have the program, but we will start with the music of French composer Frank Angelis, and later you will hear some more pieces by Italian composer Pietro Roffi. 大家手上都有节目单，对不对？我们将会按照节目单上的曲目来给大家演奏。For me, every concert is a journey,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this travel with us. 今天晚上的音乐呢，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享受美妙的音乐。Bon voyage. 谢谢。那我发了吗？我发了，真的。
一个钟头，可能会得一个钟头超过一个钟了。我说等一会儿我就走呀，等一会儿我就走呀。啊，过这个房子。
点乱。嗯。也在那边搞，你在皮亚佐纳，你和你的风格不太一样。我叫杜纳克，记得你家的风格。
Thank you.
Our program, and the last two pieces were written quite recently. 最后两个作品呢是最近才创作的。By an accordionist, composer, and a friend of mine. 是希多波娃女士的朋友，然后她也是一位手风琴演奏家，也是一位作曲家。And the two pieces are called "Is There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hysteria, and you will probably hear some new sounds from the rest of the concert. 在音乐会的最后的这两个作品里面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新的声音。那么这两个作品的名字呢，也印在节目单里面了。谢谢，谢谢。
Thank you.
女孩子才有花的，男孩子没花。好，再一次感谢手风琴演奏家科塞尼亚·西多罗娃以及上海友人室内乐团的音乐家们，希望今晚热情洋溢的探戈音乐为大家带来别样的享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黄浦区人民政府携手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的2024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夏之味暨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黄浦系列演出。明天晚上7:30，上海交响乐团邀请意大利萨克斯四重奏演绎《美丽人生》。亲爱的朋友们，明晚乐声中，我们再相见。晚安。